我此番赴死是为革命。中国妇女还没有为革命流过血，当从我秋瑾时，纵使世人并不尽知革命为何，竟让我狠心抛家弃子。我此番赴死，正为回答革命所为何事。革命是为给天下人造一个风雨不侵的家，给孩子一个宁静温和的世界。纵使这些被奴役久了的人们早已麻木，不知宁静温和为何物。这两个孩子就要失去母亲。我的死是为所有的孩子。我此番赴死是为革命，死并非不足惧，亦并非不足惜，但牺牲之快之烈，牺牲之价值，竟让我在这一刻自心底喜极而泣。把孟娟香放在醉醒木的地方，你们几个到门口去，燕山放机灵点。明白了。让孙先生多歇息会儿，别去打扰他。是。什么谁啊？你看，怎么办啊？走，走，快走，走，快走！起来，这来了个女的，快起来！别拿了，快走！让我再睡三分钟。哎呀，行了，别睡了。两分钟。好，就两分钟啊。
哎呀，不睡了。广州起义还是我去？说什么？你别睡了一觉就忘了会议的决定。可强，你听我说。我不听。我还是觉得我不能置身度外。那昨晚咱们的会就白开了，怎么就不能再商量一下呢？有什么好商量的？黄鑫负责广州起义，孙文负责海外筹募款项，咱们是投过票的。承诺。这是海外募来的捐款，华侨们的鼎力相助，对他们我是有承诺的，我不能失信于人，我必须亲身见诺。这不是哪个个人的承诺，是我们同盟会的承诺。这都是他们写的。这女人谁呀？哎，宗翰。 徐宗翰，同盟会员，我的老乡。哦，我是黄青。广州起义的秘密机关由宗翰负责，那么你和他假扮夫妻，有利于掩护身份。不合适，不合适。什么合适不合适？我一女的都不计较名节，你怕什么？前线赴死役，唤醒生者难，男的当然要交给你。 张一新在哪儿？不知道。快点，快点！还有我太太呢！快点！一些你知道，参加起义的各路意识，我跟他们更加相熟，便于统筹安排。强词夺理！我这只手拿的笔。 拿的手术刀怎么就拿不得枪呢？你要记住，清廷还有你一道通缉令呢。你只有一个脑袋，你要回国领导起义，那就是不负责任。哎，于佩伦，这边，其他队伍怎么都联系不上？张明熙跑了。 可想让我跟你说，如果起义失败，让你马上告知宋文。他还说什么了？天黑以前，如果他还没有回来，你就马上离开广州。快点，快点。
鬼！所有人听我的命令，从侧面报仇！你们守着咱，是，你跟我走。诸君，今日的募捐原本为的是在广州的起义，然而就在刚才，我得到消息，广州的枪声停了，起义失败了。又是失败了，为什么准备？电文上说，起义失败，骨干尽皆牺牲。诸君没有见过他们，这些死去的年轻人，有的才华横溢，有的家境优越，有的新婚燕尔，他们何以不惜身家性命，不计成败利害，敢死如蚁，只因信仰二字。你说的这些大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问得好。在场诸位大多是我华侨同胞，你们心里最清楚，咱们这张与生俱来的中国人的脸，曾经让咱们遭受过多少白眼，多少欺凌，多少苦难和屈辱。这是因为咱们面孔背后的国家早已腐朽不堪，羸弱不堪，困苦不堪。咱们中国人就这样任人歧视，被人觊觎，由人宰割。我辈之革命，正是为让民众获得幸福，为民族争得尊严。中国革命一直受着华侨的恩惠，多年来我深深地感受到，华侨乃革命之母。诸位，你们的孩子，为您死了，方生栋、林时爽、于培伦、陈更新、林觉民，这个孩子就要当父亲了。
这是？这30万美金是我致公堂的捐赠。不瞒你一言，这是我致公堂变卖祖母换来的。一贤啊，我们这几代生活在海外的华侨们总是要落叶归根的。清王朝不是我们的家，家都没有了，还要什么祖母？拿去吧。革命要是不成功，你欠我们几代人的。所知，孙文早在海外逃窜，十几年来从未归国。若要缉拿此人，怕是得费些周章。咱们不是早就知会过驻外公使，并通知了所驻政府，让他们对这个孙文严加看管了吗？可这孙文近年来仍到处演讲，巡回募捐，组织会党，贩运军火，图谋不轨。徐大人言过其实了吧？他毕竟没在咱眼巴前蹦跶，不就是孙文？要不是孙猴子，他能闹出多的动静？孙文闹的动静还小啊，这些年民间暗流涌动，逆乱层出不穷。若不是孙文蛊惑人心，哪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哼，他可是真能闹。闹，我还就怕他不闹，我就不信大清国能被他闹垮喽。他敢闹到紫禁城，有八旗兵收拾他。没错。还要干脆的，把孙文连同他的死党赶尽杀绝，斩草除根。都别嚷嚷了。不管你们是杀是剐，是赏是罚，或是想出点什么别的法子，我就只有一句话：拜托你们各位，让我们娘俩过个安生日子。近日。川汉民间因抵押铁路向四国银行团借款一事，多有激烈举动。你们手里的枪是干什么使的？得告诉这帮人，如果想造反，我就让他们白死。林觉民。你表人才的，家境也不错，可为何非要和乱党裹在一起啊？张明奇，你为什么躲在暗处？你怕什么？我怕什么？你怕我的年轻。我选择了死，可是我依然年轻。你虽然苟活，可是你已经老了。
你度过天眼论吗？物竞天择。你有没有想过，当今世界列强有哪个国家不是因为革命才得以强盛的？中国岂能不思革命？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人。孙文先生说过，中国极弱，在今天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王室宗亲、贵族官吏、因循守旧、粉饰虚张，而老百姓呢，个个都是苟且偷生、蒙昧无知，堂堂华夏，不耻于列邦，被轻于异族。年轻人，朝廷也不容易啊。朝廷把香港割给了英国，把台湾割给了日本，这是朝廷该干的事。这样的朝廷留有何用？我审你，今天倒变成你审我了。因为你对我无从申诫。林觉民，本官有意对你法外施恩。不必了，我们一同举事，一同赴死，我不能例外。可你这么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大清索我的命，我助大清的心。这是英国皇族的专享座驾。哦，那我这个中国的皇族也来坐一坐。请吧。你是为四川保路的事儿来的吧？归国政府和我们签有契约，铁路抵押和借款的协议绝不能取消。嗯，麻烦就在这儿。当初我说了，拿川汉铁路、粤汉铁路做抵押向你们借款，早晚要出事儿。强行收回铁路会酿成大祸。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吗，我的王爷？你说这玩意儿，它就是个铁壳子，你让它往前、往后、往左、往右，还真就听你的。王爷，要是不嫌弃，这方向盘就由你握着了。公使先生，四川闹事，我已经从武昌调兵去镇压了，你放心了吧？你可真是老谋深算。其实这方向盘是在你们的手里，你们有钱，你们有军舰，你们从来就比我们懂得怎么做生意。再过50年，公使大人你送我的车是一堆废铜烂铁，可我回赠给你的这个小壶，它却会价值连城。哦，谢谢。哎呀，开门，黄克强，快开门，黄克强，我知道是你在里面。
有黄克强。哎，把他放下。你把他给我，你放开我。你干什么？干什么呀你？你不能死！我真的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全都没了。我知道我们这次败了。我没想死啊，宗汉。我要留着这只手抓枪啊。太多了，不要！不就是败了吗？又不是没败过。不要！这是什么呀？孩子们，你们知道电报上写的什么吗？黄克强还活着，黄克强命大。哎，黄克强啊，他是一个坚强的男人，一个死不了的男人。那你们认不认识河马里啊？啊，带我去找他好不好？河马里在哪啊？哦，红门。后门，后门。Hey, hey, I'm here. Miss Lee, tell me, why are you so interested in Chinese Revolution? Nowadays, a Chinese Revolution is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make exciting history. Exciting? That's not.What our revolution is about. Why revolution? I was once a doctor. I used to save a lot of life with my scalpel. But sadly, in my country, your life is so miserable that it might be worse than death. I always wonder why my compatriots have to endure their life with no dignity.They can survive like animals. What is a very basic need? Suffering the oppression from the ruling class and foreign powers. Now, I cannot accept it. I will not accept it. I want a change. I want a revolution. Come, I'll show you. Recently, in Sichuan,The center part of China, where people have launched a movement of protecting railway projects as a hopelessly corrupt Qing government. It is said that the Qing government have to mobilize the army from Hubei province to Sichuan. What they don't know is many officers who stay behind in the army of Hubei, Hunan, and Jiangsu are active members of Tongmenghui and Restoration League.I have a feeling that i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even big movement were taken hold. I want to join your revolution. That's fine.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jo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s a military advisors. But I'm afraid that I cannot afford you and pay attention as you deserved. This is not about money. It's about you, son. You must be China's first president.I promise. Peng Chufan, Liu Fujin, Yang Hongsheng, three men, Hu Mao Juishi, Lian Wang Nantao. Today, Jiudi Zheng Fa, Li Jing Xiao Yao.总督大人，名册已经拿到手了，怎么办？共进会的乱党同谋，还能怎么办？从今夜开始，按民捕杀，格杀勿论。
干什么？你们俩站住！叫什么名字？第八镇工程八营熊敏坤，第八镇工程八营金正龙。能忍则忍，非常时期，别那么大火气。是是。干什么呢？你们想造反呢？不睡觉？你们要干什么？哎，你们要干什么？真造反了，唐先生！兄弟，把枪放下啊！老子就是要造反，还要杀我们多少人？算你运气好，撞到我的枪口上了。兄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此时不犯更待何时？来人呐！Oh, Dr. Sun. Yes? It seems like there's something in today's paper about China. Thank you. Oh, do you need some help, Dr. Sun? Oh, can I give you some water? Right. Right.是陈情卡，一贤啊，你应该马上回国。我现在就去给你订船票，走太平洋，20天就能到达上海。果然在武昌，果然在武昌。给在香港的克强发电报，让他立即赶赴武昌领导革命。明白。Son, I'm ready. I'll go to China with you.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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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m going to Europe first.Huang Xing is much better than me to handle this in China. Why? 国内的战局，
将与四国银行带给清廷的巨款息息相关。清政府的国库极度空虚，可如果他们拿到了这笔钱，革命将危在旦夕。订去欧洲的船票。宗翰，别做饭了，来不及了。老伯放下，你折腾他干嘛呀？嗯，这你根本用不上。这次武昌战事会很惨。我必须考虑你的安全。那你的安全不是安全啊？你放心，我死不了。黄克强命大。哎，该走了。走吧。怎么搞？昨儿个刚刚收到瑞城的奏章，说已经绞杀了乱党头目，可这只是一天的功夫。秦军被纵容惯了。明摆着，四川闹保路，派武昌的兵去弹压，这才造成了武昌城防空虚。能说点子我不知道的吗？咱们大清两百多年，什么风浪没见过？着了点邪火，灭了他就是。你们看，这火派谁去灭啊？太后，臣以为于臣举荐陆军大臣殷昌，这本是他分内的事儿。徐世昌，臣在。你刚才想说谁来着？袁世凯能当此大人，还是让殷昌去吧。咱们自家的事儿，还是让家里人来担当。拿来。是。太后，臣有事要起奏。你说，庆亲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自古以来，打仗打的都是一个钱字。臣以为，得尽快促成四国银行团向我朝借贷之事，以免夜长梦多。这事儿不都谈了大半年了吗？怎么还没谈拢？四国银行团一直觉得我们抵押铁路借款的态度暧昧不明，所以不肯决断。是，朝野已有不少议论，总有人在说此事是出卖国家主权。切，这家不是咱当了，还要什么国？于统领，大势所趋，请尽快定夺。我平日待你们不薄，何苦为难我呢？请你做军政府的都督，怎么是为难你？你把枪放下！你让他把枪放下。放下！李统领，您平时善待兵士，您做总督，众望所归呀。你们革命党人人才济济，为何不找孙文去当？别哄。我们革命政府当然选革命者做领袖，只是当下孙文在海外，黄克强也尚在途中，才给了你这个机会。李元洪，你要识时务。
我可以不当清朝的官，但我也不想当你们革命党的官，我只想回家。你们太不知厉害了。润城、张彪虽然在逃，朝廷一旦出兵反攻，无需实弹，武昌即可全灭。叫我做都督，凡事死当由我定夺。为什么不打了？没弹药了，不行，要不然回击一下试探试探。试探什么？保命要紧，快点跑吧！跑吧！就算把殷昌炸成灰，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算什么呀？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明白，明白。要给我减发。好，来吧。既然让你们革命党瞅上了，我就只能无法无天了。好消息啊！把我的鱼都吓跑了。您终于要出山了。你就是沉不住气。到了，华府啊，咱露一手，给革命党看看，给紫禁城也看看，看看咱们北洋军有多大本事。是，各报队，目标正前方，向右二十五，距离五百，一发左边，准备，放。
咱们该往哪走？哪里炮火猛烈就往哪里去。上根，上根。打一拳。拿下来了，你的一个哨子让汉口街市一片焦土，夺下了汉口就等于打开了五。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士气争旺，我打算乘胜攻下武昌。太好了，我们先拿下汉口，回头攻打北京，一举荡平天下。你也坐下吃点东西，这是天赐良机。给我坐下。你离死不远了，你。武昌就先不要打了。兔死什么来着？狗烹。敌人的炮位又前移了，弹珠点延时以后，步兵可能进攻。阻击战最重要的就是要先学会避炮。明白。混蛋！魏杨老六毙了你！把剑放下！他是黄兴，大元帅。英林，命令所有人，从现在开始都听我指挥。是。随时准备进入，肃清阵地。是。汉口这把火放得漂亮，这就是主动。但是接下来。不能再打了。这革命党不堪一击，天下还是朝廷的；这朝廷不堪一击，天下就是革命党的。这天下不能没有咱们什么事儿。我给朝廷提出的条件是军事全权，足兵足饷。现在。得让隆裕太后和王公们知道，有了四国银行团的借款，这账才能接着打。至于革命党，要不要找黎元洪试探试探？但他不是革命党。从长远计，最好找一个将来能和孙文、黄兴搭得上话的人。报告。王兴卫到了。请。王兴卫不是在北京关着的吗？好像是载沣把他给放出来了。坐了一年牢，赵明受苦了。时过境迁，不提了。革命党中我最看重你王兆明。我刚才跟柯鼎说了。应该给你做拜把兄弟。赵明啊，你给说说，你们革命党人到底想要什么呢？我们想建立共和。共和？可为什么非要共和呢？
对于中国而言，封建意识积毒太深，只要皇帝存在，就不可能彻底推翻旧的制度。政治革命必须打破军权，颠覆君主政体。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事要人为，将来的共和政府谁来牵这个头呢？共和领袖天下共举。张明兄，大帅思前想后了好久，把你从北京请过来，是想请你办件事。革命党您熟悉，非您不可。哎，赵明啊，那个孙文还在海外飘荡吗？Gentlemen, gentlemen, you know who I am and why I'm here. It seems to me that you have decided to against the revolution. Am I right? 走。If that's the case, the Qing government will take this law by guns and shoot through the heart of revolutionaries. Your money will support the corrupt Qing government. It is in exchange what?Railway? Our railway! Sir, please keep your voice down here. You are deciding the future of my country here. Being a Chinese, I have right to know what's going on here. We've already informed your government regarding our decision. What's that mean? You must tell me that. Let me remind you that we're in Europe. I'm sure you're a man of the world, but you really should behave like a Do you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now? 孙文先生他不会回答你的，他们是银行家，他们只盯着自己的钱，不会管别人的命运。Mr. Hillier, do you know who he is? No. He's the man who will decide the future of China. 你是？我叫唐曼柔。混账！你父亲是朝廷的驻外使节，你竟然替孙文说话，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什么人？他是大清王朝的叛逆，他是朝廷钦定的罪犯，他是革命党，你知道吗？唐曼柔，正因为我知道他是什么人，我才要去帮他。希利尔先生，希利尔，这个人来了，我必须离开。我不能跟他出现在一个场合。Why leave, Minister Tang? I beg you, you still haven't done us the honor of accepting our invitation. You really mustn't leave. Please, don't leave.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very weird that I come here uninvited. However, as a leader of Chinese Revolution.Only asked you, please reconsider £6 million you loan to the Qing government. 孙文，你身为大清子民，无视国家尊严。你们还好意思口口声声说国家尊严？国家尊严早已让你们丧失的干干净净。I represent the whole Chinese people, and speak in the name of leader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Dr. Sun, we will not break such an important business contract. Mr. Thompson, this is not a business contract.It's a political deal. If this contract is signed, what's at stake here is Chinese sovereignty. Mr. Sun, our German banks only care about business. We don't care about domestic politics. My dearest German delegates, every time the Qing government fires a gun at us, your money presses a trigger. The Qing government will buy weapons with Europe, nothing else. Mais selon nos informations,Le financement ne doit servir qu'à la construction du chemin de fer. Mr. Sun, our minister in Peking, Sir John Newell Jordan, said the same thing about the loan. Dear Sir Buchanan, I believe when Mr. Jordan realizes
that the money is used for destroy Chinese revolution. He will change his mind. 孙文，我再次警告你，不许你污蔑朝廷。污蔑？唐大人，你小看我们了。我们是要推翻你们的朝廷。Gentlemen, we all know that give good money to a bad client is a fatal mistake. The Qing government is like a patient diagnosed cancer. Your loan is like the sugar pills. It will only make him feel better. But the fate is sealed. It seems that you are quite pess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in China. No, I'm not. On the contrary, my vision of the new China is very positive. I see huge miles are covering plenty of natural resources. I see 1,000 banks provide the new capital. I see a mountain of railways to connect to all the modern communities. Gentlemen, you are bankers. You should know to invest your money wisely. Would you rather invest your money into a dying government or the emerging one? Mr. Sun Yat-sen, I know you are the leader of this revolution, and I respect your revolution. However, we cannot invest money against the interests of our own nation. You may know that I'm a surgeon. As a doctor, my duty is saved my patient's life. One day, I found my country is suffering cancer. Mr. Helia, the situation of China is like this, roast lamb. It is likely our people would enjoy freedom,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Yes, that is said. This is China, and all of you want to peace. My goodness. Germany, here's your peace. Oh. The Shandong Peninsula. Great location, isn't it? Arthur, was bedeutet das? Sir Buchanan, your piece left a rather small on this plate. Only Hong Kong, and you know very well, this is a gate to reach China. Mr. Thompson, let me cut out a special piece for you. In memory of all those Chinese lives, they were lost covering out of your mountain for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way. And the sleepers like Baird, the bonds of Chinese labor. It's pity that all those countries not here today. Russia, Japan, and Portugal, they want Pescados, Liaotung Peninsula, and Macau. Gentlemen, this is the last time you come together to fasten China. I really hope I made my point clear. Minister Tang, please wait a moment. 回家去。I can't bear it. Let's go.来。能告诉我革命是为了什么吗？就像医生看病，革命是要救治整个民族。Mr. Sun, I heard girls in China have to bind their feet from a young age. Is it painful? Yes, it's painful. But it will be gone very soon. Oh, I see. Thank you. 可是革命是一定要人的命吗？死不是革命的目的。革命是为了改变命运。革命是许多年轻人用生命的代价，换取让活着的人活得更好。
大帅，华府来了。大帅，海洋夺回来了，咱们是不是应该接着打呀？咱们呢，犯不着那么心急火燎，得让朝廷知道，要是断了钱粮，这神鬼都不听使唤。您这写的是，你不识字啊，自己念。 可是，我得回趟北京，听听太后怎么说。我给你交个底，这次如果朝廷不把银子凑够，我绝不再战。我原以为能轻易的打下来，可是这些革命军太难啃了，而且弹药匮乏，粮饷不济。太后。 臣决定武昌停战，实在是迫不得已。袁世凯，臣在。要多少钱？你说吧。若有1200000两，臣几个月之内就可以将全国的乱党荡平。没钱打仗，那只剩下一条。 唯有和革命党停战议和，你敢？议和就等于承认孙文乱党。我北洋军的炮弹只将够打一个基数了。你要是想议和，我两臂头一个不答应。您要是为朝廷担忧，就应该毁家纾难，竭诚报效，倒是把你家的私房钱拿出来了呀。袁世凯，太后。 臣早就说过，钱粮之事非同小可，袁世凯确实有难处。平日里你们都嚷嚷不休。 装出一副忠诚的样子，当今国家危急，你们却仍然守护一己之私，不枉国命千里。臣便卖了家当就是，此等危急关头，臣愿举家为国捐躯。不要棺材了，也不要进祖坟了。倘若用钱能够灭了乱党，臣一个子儿都不留。 回家当老百姓。四国银行团受孙文的蛊惑，怕是要把咱们的粮草断得干干净净。我知道，都怪孙文这个遭天杀的。太后，就算我们没了钱，没了粮，没了枪支弹药，但我们大清还有几百年。
念旧的骨肉啊！我就一句话，誓与大清共存亡。四国金皇团向我大清国借款的事情已经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这是摄政王发给我的刺杀令。这幅画我怎么看都像是一幅遗像啊。我不同意你的主张，但是我敬重你的胆略，我不杀你，我要说服你。孙文，我们已经是一大把年纪了。圣人说，五十而知天命。圣人也说，四十不惑。我对我的信念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杀我。你是个父亲，你明白，你所侍奉的那个朝廷最终会毁了你的亲生骨肉。我们做父母的都希望儿女能置身于一个光明的中国。你走吧，别让我再看见你。朱二点先生，你可是造访我新居的第一位客人。你搬到北京来，我们就可以畅来畅往了。不错，这次来了就再也不走了。南方的情况如何？不好弄，孙文和黄兴这些南蛮子胃口大得吓人。你本可以接着在攻下武昌，却突然提出停战。大家心里都清楚，你们的朝廷没钱了，离死不远了。你想在朝廷和革命军之间求得平衡和自己从中得利，所以你想要和谈。那么你觉得我这个左右两手怎么样？这心里话我非常赞赏。可是革命党他不跟我谈呢。我明白了，你希望我们出手调停。你呀、啊，我们会促进你和革命党的和谈。战争继续下去对谁都没好处，最重要的是要有权力，真正的权力。而我们要找的是能保护英国在华利益的合作者。那你算找对人了。请大都督谅解，我这次逼着克强去上海，实在是为了国内革命形势的大局考虑。我就不明白，武昌守一，天下瞩目，不也是大局吗？既然能打南京，为何不守武昌？武昌战局，我们和北洋军形成僵持，新招募的学生军伤亡惨重，而南京，敌军兵力薄弱，先克南京，再图武昌，是为大局。况且这是同盟会的决定，我黄兴必须服从。那好吧。你说哪是大局，哪就是大局。可上海我是不会去。你们知道，我跟你们走到今天实属不易。生与死，成与死。李大都督，看来你和我们革命党人还是走不到一起呀。啊！厅长，要向国民阵线锯你这条腿，你听见没有？
Je tiens. Mais c'est la machine. Tu verras là-bas. Oh, oh, oh. Tiens, tiens. Tiens, je vais là. C'est tout, je vois.来人，抬走。我跟你说话呢，没出息！Mr. Sun, I'm just receiving your telegram. Okay. Here you are. Thank you. 孙文先生，我必须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四国银行团已经做出了最终决定，暂缓向清朝政府借款。您对我说过，革命的命，指的不仅是生命，更是命运。我不理解为什么革命，但我挣扎过，反抗过，愤怒过。尽管我最后的命运，只能是和我的父亲一起做了那个王朝的殉葬品，但我却比谁都更期望你们的，不，期望我们的革命成功。待会儿在欢迎仪式上，你这个革命领袖应该穿革命军的衣服。一仙，一仙，冰凌啊，你们跟我来。一仙，头等舱没有吗？没有啊。二等舱有没有？没有。哎呀，一仙，他可是救了我的命啊！何强，你的手，王主席。仙呐，仙，孙先生，一仙，蹲出，在这儿呢。我们都找到船舷那边去了。一仙，辛苦了，你让我们帮一个。好，走，走，一仙，走，东西把你给派回来。视频，一仙就不见了。
生，等您坐船从欧洲起航，在回来的路上想的最多的是什么？我想的是历经16年的磨难，我终于回到了祖国。孙先生，听说您这次回来募捐到很多款项，是真的吗？我身上不明一文，这是带回来的，唯有革命精神。你认为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推翻帝制，救治民族。孙先生，您在欧洲跟那些洋人银行家都说了些什么？我告诉他们，将来主宰中国命运的是中国的民众，不再是洋人，也不再是皇权国戚。现在南北正在和谈，请谈谈您的主张。我的主张是，革命军目的不达，无何意志可言。把他们都捆上。我方的态度是，除非清帝退位，此次和议绝无解决之望。我方的态度是，君主制度万万不能变。这是家宴，少春，我就不把你当外人了。这羊肉啊，可是特意差人从口外送过来的，只让咱老爷好这口呢。你们家乡的名菜，莲花糯米藕。来，坐坐。大帅，您这是？啊，就得多吃点热的。犒劳犒劳你，和谈费心费力，辛苦了。你有什么事啊？直说无妨。你看咱们这些人里头，只有你见过孙文，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孙文，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张世钊说他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畏。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日本人宫崎滔天把他尊奉为拯救中国的英雄。康有为说他是目不识丁，而吴志辉呢，说他手不释卷。有人说他是绿林豪杰，是造反的土匪。有人说他是一介书生，手举手术刀的江湖郎中。还有人把他称作高谈阔论的孙大炮。说什么的都有啊。哎，少川，你看这么多的人追随他，他到底是以何服众的呢？我听很多人都说过，说孙中山是一个无私的人。咱家老爷才无私。无私的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人？这是2000年来中国第一个共和政府，不能再。石启正代表建议不选举大总统，而是先选举大元帅。孙先生，请您签字。大元帅不是国家元首，要选就选大总统。选总统的事情要不要等等袁世凯的态度？如果他真能促使清帝退位的话，应该。和谈双方是有过约定的，先推复清政府者为大总统。袁世凯尚未履行约定，不算我方食言。执意推举大总统会授人以柄，那是要打仗的。打就打，今天的成果也是打出来的。柯强啊，如果开战，你有多大胜算呢？
财政囊空如洗，部队战斗力薄弱，打我看胜算不大。拿什么打？别纸上谈兵。革命无立锥之地的时候，我们尚无反顾，现在有了半壁江山，我们又怕什么？列强都表示支持袁世凯，海外侨胞都希望我们早日成立政府，选出总统。为谨慎起见，我以为还是应该再等等。袁世凯如果一百年不逼退清廷，我们就等他一百年吗？现在就是给袁世凯施加压力。若袁世凯逼退清廷，我们是否真的要履约？即使袁世凯逼退清廷，他也没有资格做这个民国大总统。话不能这么说，只要袁世凯履行约定，当然可以让他做总统。哎，既然要让，何必要选呢？问得好，这绝不是多此一举。今天就是要首先建立共和制度的理念，如同在千古荒野中先开拓一条道路，使共和的脚步踏上征程。将来的中国，任何人都不能倒行逆施。投降！投降！都投降！都投降！投降！他就是刺客。放开他！是什么人指使你的？孙文孽种，不顾伦常，不讲廉耻，污蔑朝廷，大逆不道，蛊惑人心，罪不可恕，人人得而诛之。没什么好审的了，他和我们没活在一个世界里。明白了。前日，即12月27日，各省会议代表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各省会议代表投票表决通过了总统制，通过了总统人选的提名。会议决定，12月29日即今日，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本议长宣布。得票满投票总数2/3以上者，即当选临时大总统。赞成举手。请签票。Homer, so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ongoing in the council hall. I'm one of the candidates. History. You're making history. I'm witnessing history. I'm standing right beside histor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 Chinese history, we the people never received the opportunity to neck the hand of government.Never. That is what we've been fighting for. Our people have been fighting underground for so long, and now we've finally done it. Homer, when did you get here? Why didn't you tell me you were coming? I must be there.孙文 That's his son. I heard your name. I told you that you would be China's first president. Tang Shaoyi
你还说他是个没有私心的人，扇他自己的脸吧。大帅，去去去去，令冯国璋、段祺瑞联名通电反对共和，唐绍仪倾向共和，办事不力，撤去他和谈代表一职。是。电告吴廷芳，本人绝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和孙文的那个什么大总统。易先生，刚刚得到消息，张巡部在宿州一带有大规模的调动铁骑，还有零星的小股清军，今天下午出现在秦淮河一带。大总统，我们建议推迟就职典礼。对，还是谨慎一点吧。今天是1912年元旦，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必须在今天就职。好吧，那就由我来全面接管对临时大总统的保卫。要降了啊！看好，看好，都看这里啊！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革命成果，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义，文实尊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着力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此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仅以此誓与国民。刚才我宣读了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现在我还有几句话。今日民国政府已经成立，但封建朝廷依然存在，封建皇权一日不除，革命就尚未成功。我等着有一天我会把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之职交给那个让清廷退位的人。这怎么回事？孙先生，怎么没有提醒？我早就提醒过，不该急于选举大总统。北洋军调兵压境，战事一触即发。听说袁世凯又派出了杀手，暗杀下得了谁啊？孙先生，权宜之计，我建议为大局着想，您还是考虑一下吧。袁世凯不逼退清廷，孙大总统绝不辞职。孙先生担任川内大总统的职位吧。王兆明，孙文会是这样的人吗？既然心底无私，那我问一句，又怕什么呢？事关信任、信念、信仰，不容置疑。别的不怕，就怕引起南北血战，到时候谁来负这个责任？革命果实遭人窃取，谁又来负这个责任？哎，黄先生，你兆明，少说两句行不行？众人面前我维护你。关上门，咱们要坦诚相待。咱们还是开着门说话。你说吧，柯江。不能给袁世凯任何承诺。但他确实有力量，有可能在最快的时间里逼退清廷。我们要取得新的胜利，需要战争，也需要政治。这是革命，不是禅让。孙文，革命不是某个个人的。柯强，你说什么呢？你不懂。我不懂。你说我不懂政治，可是我懂袁世凯。柯强，你应该知道他是怎样屠杀年轻的生命。我很担心，他或许会成为革命之敌，甚至会重新搞皇权。今儿是我们家小九的生日，这洋人庆生啊，愿意吃蛋糕。哎，咱不吃蛋糕，咱还是吃寿桃。
这寿桃看着多喜庆啊！疼疼，您送个行吗？这疼疼魏婷，我有要事与他商谈。出了什么事儿啊？魏婷，借一步说话。有什么不敢明说的呀？我就是要造反，怎么着吧？都这个时候了啊，咱们得赶紧跟孙文抢时间呀！你们看，又是当总统，又是搞民国政府的，这树上的桃子马上就要被人家给摘了。哎你怎么还真打呀你？当下这会儿可不能出半点差错。倒也是，四个字，如坐针毡。我不逼迫朝廷，全国形势至此，革命党占据了半壁江山，我很难勉力维持。可是这皇上真的在我手里退了位，我就是千古罪人。当下这种局势确实难以决断，关键是我要拿下这个大总统。这就是我们住的房间。我本来是带着一肚子怨气来的，不过见到你，我已经没气了。现在，我肚子里有的是我们的孩子。可强，这幅画作就快完成了，我还没想好把它挂在什么地方。我准备提议让武廷芳发个公开的通电，声明皇帝不退位，停战不再延期，若千言顾虑，做无谓之抵抗，将与天下共诛之。若和局破裂，即行宣战。如若开战，我率军北伐。可强，你说的对，我想了很久，我们需要尽快着手制定临时约法。谁做一届总统并不重要，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制度，制约的不仅仅是袁世凯，而是所有妄想在做皇帝梦的人。画师啊，18星期用大红呢。好的。闻深知诸位同志对我辞职一事颇为质疑，可是清除2000年来封建专制之余毒，非一朝一夕所能为。恳请诸位同志无执着于一枝一味之得失，而应致力创建深入人心、法律捍卫之革命制度。天下大事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坚信革命之耕耘，必结革命之果实；革命之跋涉，必达革命之目的。孙文到底想要干什么啊？发什么通电？还搞什么声明？宣什么战？还是朱二典先生说的好，掌握权力才是真的。这大总统坐着是硌屁股啊，硌屁股。
割屁股我也要揍。冷风一个劲儿的往人骨头缝里钻，天上还下着大雪。说起来就要过年了，可这满城没有一点喜庆的意思，还透着一股子凄凉。断头台就立在广场中间，铡刀的刀刃上还接着血红的冰溜子。皇帝路易十六被绑着过来了，可怜呐，穿了一身单衣，冻得全身发抖。满城的百姓都拖家带口的来看热闹。时辰一到，监斩官一声令下，刽子手把皇帝的头往铡刀下面这么一摁，冰碴子沾了一脸，就听着：“直说，袁世凯，直说。”就听着，咔嚓一声，咔嚓一声，话撂怎么样了？接着说啊，袁世凯。接下来就完了。完了，那么快就完了？袁世凯，你是把我们当猴在耍，当猴耍呀？你拿着洋人的事儿来编排我们，我昧着良心保举了你，没想到你如此下作，如此下作。我也没激动，我也他们法国人跟咱大清过一个年吧。王爷，媳妇，来，王爷，哎，臣屡接来电，孙党坚持共和，别无所意。太后，臣讲法国皇帝的故事，是不忍看到太后、皇帝、诸位王公遭同样的命运。臣赤诚之心，天地可见。袁世凯，啊，你过来。你过来！太后，有什么吩咐？您说。若是真有这一日，你不能让我们娘俩上断头台，也绝不能让我们娘俩饿死。那是当然，那是当然。下去吧。南方迫不及待请太后从速商议。知道了。臣告退。庆亲王，臣在。袁世凯有负信任，与乱党勾结，我后悔不已，我决定废了他内阁总理大臣一职。事已至此。事已至此，于事无补。他们还在拖延，还在做皇帝梦，这是违背民心，这是不自量力，这是与天下为敌，封建朝廷名存实亡，他们还妄想苟延残喘。孙先生，什么事儿？通电全国的声明，让世人都知道，我们革命党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这些封建余孽怎么就没有廉耻心呢？启禀太后，俄国公使陆征祥等来电，望朝廷不以一人之名位涂炭海内生灵。东三省、新疆、西藏接连出现兵变，冯国璋、段祺瑞等43名将领联名力促共和，能不能说点子我不知道的事啊？启禀太后，臣等皆立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勿为所惑。我何尝为所惑？都是袁世凯说的。先前他出卖光绪帝，今又出卖宣统帝，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奸贼！人家世受恩宠，出了这么一个忤逆，有王莽篡位之心。只要皇上不退，袁世凯与乱党的交易就做不成。我早说过，此人不可用。只要爱新觉罗在，我大清国不会倒。列祖列宗在上，皇上至死不退。如今列强欺压，民党猖獗，王公大臣们招权纳贿，痛民误国，子嗣无能，愧对祖宗。哼，倒是孙文给我们留了些体面，没有屠城，没有断头台。我们希望这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不再有生灵涂炭，不再有同胞自相残杀。朋友们，你们好！哎，袁大总统，今天是个历史性的时刻，好，咱们开始吧。哎，袁大总统，看这里，找个角度，怎么样？袁大总统，把帽子抬高一点，好吗？好，咱就换个姿势。袁大总统，请您保持不动。大总统看起来真年轻啊！啊，你真会说话。待会儿下剪子的时候啊，一定要停一下，把时间留够。别着急忙慌的，这可是个历史性时刻，知道吗？是。哎，咱们呀，天天谈革命是吧？革命就得有个革命的样子，我今天就是要做出个革命的样子给你们看。各位公使代表，这是我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第一次和诸位见面。也是最后一次。I can't believe this. 在我卸任之前，想请诸位给贵国政府带句话，希望能尽快承认我们的新国家。这对于你们，对于全世界有着重大的意义。Mr. President, how do you plan to treat the Qing royal family? 他们也将成为共和国的公民。Monsieur le Président, vous avez distribué chaque année 4 millions en argent à la famille royale. Est-ce là votre façon de traiter le peuple? 这远远不是金钱能衡量的。不是所有的革命都需要断头台。你说呢，公使大人？ Je comprends votre position. 在英国的时候，我曾经邀请过希利尔议员。我说，等我的祖国获得自由的时候，请他来中国做客。我用我们中国的白酒敬你们，革命的酒。来，干杯！《明报》《新闻报》等多家报纸对您辞去临时大总统一事表示不解。我看到评论了。当下财政困难，发放给烈士遗孤的抚恤金尚无着落。这笔钱，再困难也要挤出来。民众代表想跟您见一面，你安排时间。哦，对了，何马里先生执意要辞去他军事顾问的职务，理由是什么？他说他不会和袁世凯合作。你告诉他，他帮助的是中国，不是个人。这是觉民生前留给你的，孙先生一直替你保管着，他让我交给你。
前些天同盟会的人来找我，说要重新安葬他，让我给他找身寿衣。我去了寿衣店，觉明活着的时候我们凡事商量，我就问觉明，咱们挑哪件？我才知道他真的不在了。是你父亲写的，你看看。月琴书不能只我一人一家独到，你们留下吧，让更多的人知道它。昨天，清帝退位，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制度。无数革命先烈的生命换来了一个崭新的制度。今天，1912年2月13日，辛亥年12月26日，我践行誓言，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务。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居。文将与诸位同志一道，致力于实现革命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就是民族、民权、民生，就是需要我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三民主义。今天你们问我，革命所谓何事？100年后，人们也许还会问。在绍兴被杀害的同盟会员秋瑾的回答是：革命是为了给天下的孩子造一个宁静温和的世界。黄花岗的烈士林觉民在给妻子的信中说：革命是替天下人谋求永久的幸福。我以为革命是让社会进步的理念从此深入人心，人们懂得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革命是让我们将有中国人自己的工厂、银行、铁路、矿山，有了可以追寻的民生幸福。革命是让我们这个即将强盛起来的民族不再受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不再做任何人的奴隶。革命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时候，在任何人的心里，永远永远都不再惧怕列强，都不再有封建皇权，使全国之人无一平等，使中华民族屹立世界之东方。这就是革命的意义。千年的迷雾，深锁长路，生死向前途，慷慨奔赴。只是那一刻诀别时刻，风起瑟瑟。
且把我的梦葬在黎明。沉睡的黑夜才会苏醒，永远不要问去年今生，只见大雪纷纷，守住童话。沉睡的黑夜才会苏醒，永远不要问去年今生，只见大雪纷纷，守住童话。照亮天堂。